师傅，你没说过要和他同行呀。别说话。柯维为什么要与你同行？呦呦呦呦，吓死我了。师父不会武功，徒弟倒是个未来的高手。叶少侠说笑了。哼，我不需要什么同行之人，我自己的路我一个人走。叶少侠莫急。你还说不会武功？叶少侠，老朽可真的不会武功，能躲，能跑，还能……能什么能？果然，般若心中落。还会困，师父。嗯，叶少侠，还是与老朽同行吧。魔仙剑走的毕竟是魔道，从前叶少侠心中坚定，故而无妨。可如今少侠心有所求，却苦而不得，所以心境自然就不稳了。心境不稳，屏障破碎，魔念便会侵蚀入体，也就有了如此结果。这就是老朽为何执意要与叶少侠同行。只需两年，两年过后，叶少侠的心境稳固了，便不怕魔功反噬了。为何帮我？我们修行中人，不是要讲究同舟共济吗？我见到叶少侠，而叶少侠又正巧有难，便就帮了，又要什么理由呢？实不相瞒，叶魔此行没有目的，更不知要去往何处。我原本以为我能带他逃离天启，我们一同回南绝，我在那儿有一间草庐，四周有竹，有山，有水，我们一起过逍遥自在的日子。姑苏城外有座山，那里正适合我们这样的隐士修行。我此番前来，便是要往那里去。姑苏城是座好城，山也是座好山。既然叶少侠不知前往何处，不如就随老朽一起到那里去吧。那里离天启城很远，没有人会打搅你。